你看，哭成这样子。心情叮当，夏克已经几岁了？应该五十多岁了吧？哭成这个样子，你能想象吗？这是一个男艺人在路边抱头痛哭的画面，你很难想象一个男艺人遭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打击，能半夜深夜在河堤边自己对着河岸讲着电话。痛苦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你要知道，他真的是有苦难，根本讲不了话，这个更激动了。我看有没有声音了、啊。你看，没办法，现场那个蝉的声音太重了，夏天嘛，所以我没办法收到他的声音。哭成这样子啊！一个大男人，一个老外在台湾娶了一个台湾的姑娘，就离婚的时候是这样收场，真的。这个画面让我想到当时我拍汪小菲一个人在台北街头非常凄凉的，后来准备明天去开庭的画面。